你怎么听出来的？你怎么猜到啊？就像主播里的狙击来狙击我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是你的小迷妹。你是不是河北人啊？你怎么听出来了？你是哪人啊？我怎么感觉就是也有点口音，但是我听不出来。我口音能随便换的，你随便说一个我都能说。东北的。干哈？别！你这就纯属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业余的啊。你不是刚那个小学毕业吗？我小学天天看，就是父母总国家。你小学看啥？就看的那种就说不出来的吗？新闻啊。我看那个小猪佩奇，你看吗？那个太幼稚了，不太适合我。我这都小学，反正双排最好是走一块儿吧，最好走一块儿，然后能照应就行。就是说，你不要离我太远就行。我们就在隔壁，邻居还远吗？很近很近很近，可以。你听得出来我是南方人？有点听出来。你可拉倒吧，你还听得出来？反正感觉不是北方的。你这个拉倒。我这拉倒怎么了？就很真实了吧？非常非常真实。这不是有把 SCAR， 你要不要打？有了。那个 N4 枪配伍你要吗？不要。你可以给我减个扩容，如果有。你好烦啊。那你想给他就。我给了，好东西都自己留着了。好的，给你个肥仔快乐水。不是你在暗示我吗？没有想做 M4 你用吗？刚才有屁股的地上也。你这干嘛？你二人转吗？无聊啊，那干嘛？无聊，我们来成语接龙吧，好吧？输的人，唱歌。输的人一瓶饮料。一瓶饮料没意思啊。唱歌。唱歌。你确定吗？我就是说，如果我唱，我觉得你可能要退。那你怎么不觉得我唱了你要退呢？我在网吧，我旁边都是人，让我唱歌怎么不太好意思的。你朋友是不是嫌你太菜了，带不动你？对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说因为我是你朋友的耳机，我听到了。他说我带不动你了，我走。哎，我掉了。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？哇，兄弟，你掉了。哎，喂喂。喂。你。进没？吃进没？我刚加速器掉了。对啊，我就是。是吗？好厉害。十个人，我一个打九个，然后我们就吃鸡了。行，我下把看看视频，看看就是回放你怎么吃的啊。好啊。我一个打击，然后我们就吃鸡了。真的吗？你二十一吗？你怎么猜到啊？哎，有 SCAR 你要打吗？哦，我 M4AK 了。你是不是偷看我？拿着跟我一样的枪。哇，我从哪儿偷看你？咱俩离得有点远。你先下去吧，这有点危险。他那边来人了。
我不能放你一个屋子里吧？再陪你打个一把或两把吧，好吧？一般这种时候都会落地成佛，你知道吗？就觉得只能打一把，如果能来十把，不至于，不至于。你知道我什么时候放假吗？七月中吧，正常学校不都七月中？但是不对啊，就我们学校七月中就放假啊。你是不是就像主播里的狙击来狙击我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是你的小迷妹。这我可受不了。哎，我觉得你真的挺可爱的。行吧，反正你说啥对，好吧。长得好看肯定说啥都对啊。对啊。没有，我是快乐肥宅。你看，哪有小姐姐放假不出去玩，在家打游戏的？哎，有道理。没有道理。你别被炸死了，真的。我在房子里。哇！哎、哇啊！你好厉害，你怎么被炸死了？对啊，你在房子里怎么会被炸死啊？你快来救我，不许说话。你解释一下，你解释一下你刚才干嘛？我之前打一下吗？陪你个包好吧？再陪你个饮料。那唱歌呢？唱两首吧。别闹了，这不是。哎，我这打准不准？准不准？我是为了找这个理由，找个机会把这还给你，知道吗？而且挺厉害，打胳膊上，导致我都不用补护甲的，好厉害。还行吧，还行吧，毕竟我上把不是带你吃鸡了，一打九。